节目实在是好啊。哎，怎么好了？怎么好了？小钟主持的真不错，杨韵主持的更不错，王群主持的不错，我呢，那是相当的不错。哎，还有一位啊，还有那大张伟。团名也要用二人转的感觉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团名之前杨韵老师、哦、好啊，来，花花一转，欢迎大家收看江苏卫视《梦游学院》，谁敢来唱歌？其实有很多的小的这个桥段啊，对对对，例如桥段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，哪首歌？大家唱一下，老师给个板儿，老师给个板儿，来来来，耶哟，说地是天怕乌云，地怕风，杨韵这小鸡子儿最怕大老鹰啊，哥哥我最怕那蓝精灵啊，小钟哥搞对象最怕是巡警。哦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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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We are the champ，We are the champ。哎，这有点极致歌的感觉啊！对对对，因为东北人嘛，形容很多东西都非常的脑力非常足啊。我知道东北有一句话叫做“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”，证明这个。东北人民啊，对这个文化的热情有多高涨？反应非常快。那现在换你来一段好不好？换我来一段。对对对，来段什么？就是反应很快的，像刚刚他这样子的，反应很快的是吧？对。好，行。嗯。擦皮鞋，对，擦皮鞋啊，擦皮鞋，再唱擦皮鞋是吧？对。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一朵亮不亮亮？好。今天我穿的是一双旅游鞋呀，穿鞋的皮鞋最是亮啊。再看这三位，他们穿的什么鞋呀？哇，破鞋！鞋，反应蛮快的。对，看到破鞋就可以唱。鞋儿破，脑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东北这种感觉反应太快了，对，其实不能这样。他比如说形容一个人，比如说长得难看吧，对，咱们找一个比较说正宗、比较难看的一个人。哦，他对，不只能说他只是难看，应该说这是小眼睛、单眼皮，还长一坨蒜头皮呀。这个嘴怎么看像肚脐呀？就是这种感觉，有点酸人的一个感觉。没错，我觉得他左边其实长得像费翔，右边。长得像林子祥，中间再一看火腿肠。
有很多人向我说过，说王文博长得特别像我的偶像刘德华，真的扎着窝呀，是这样，对对对。好，所以说这其实考大家的一个机制反应。对对对对对。其实呢，我在这个演艺圈来讲的话，算是机制反应是最快的。真的。其实大家问我什么问题，我可以立刻用歌曲把它唱出来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反应是一等一的强。好的。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，我可以用歌，哎，这时候没有套好的，直接来直接问。那小征老师啊，您这个贵庚啊？贵庚？贵庚啊？你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我有什么问题啊？小征老师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有没有女朋友？哎哎，那这位有什么问题要问？我可以，对，可以问一个问题，我可以用歌曲的方式来帮你回答。知道明天会下雨吗？啊，好，明天会下雨，这个问题很好。谢谢这位小伙子，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，老师麻烦。喂，什么小伙子？他是大爷吗？他真的把我当成是那个气象主播。那换一下好了，我就来一个歌了，李玟的滴答滴，好不好？滴答滴，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提琴歌王小哥哥，啊，来。就音乐。家长问了我这问题，我今年十七岁，让我现在认真的来回答你。让我回答你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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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，滴答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什么都有。还有这位朋友问小钟，明天天气会怎样？让我现在认真的来告诉你。让我告诉你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。让我告诉你，滴答滴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，滴答滴。好了，滴答滴答，打完打点滴。好，其实我知道小钟哥什么意思。哎，其实他已经在歌声中已经有回答了。问小钟哥，你今天有多大？他滴答滴，我刚数了一下，53下。53下。然后那个把观众问说，明天会不会下雨？滴答滴，就是明天会下。哎，所以我都有回答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过人的智慧啊，厉害厉害，谢谢你帮我解。客气客气，自己人。好，不过我们今天一开始呢都唱了一些这个东北的小调。对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的这个选手跟东北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对，请到的是我们 K 歌达人沈阳站的非常优秀棒的选手。哦，哎呦，很厉害。沈阳站的是来自于小沈阳还是大沈阳的？小沈阳的故乡吗？小沈阳，为什么呢？哦，东北啊，小沈阳又上升哦，都是来到。我马上给小沈阳上升，你现在跟我说什么话的小沈阳？啊，真的吗？对呀。哦，那请问一下这个小沈阳，东北听说有三宝吗？三宝是哪三宝？东北三宝吗？那就是人参、鹿茸、乌拉草。好，人参、鹿茸、乌拉草。那小沈阳听说有新的三宝，听说有新的三宝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好啊，不知道，让我来告诉你。好，新人参、新鹿茸、新乌拉草。哇！耶！好，就邀请我们这个沈阳赛区来自于东北的参赛者，欢迎他们的 VCR， 请看。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沈阳赛区的 K 歌达人康健，我的特色是爱说爱笑，爱玩爱闹，会唱会跳。你的特色我知道了，那你觉得沈阳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沈阳当然是工业发达了。你能带我向那儿的一位老朋友问声好吗？您的老朋友他是谁呀？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啊，哼，您还是自个儿去找吧，我可不敢。拜拜。crazy, crazy 大家好，我是张金平，我来自沈阳。赛姆，其实我可喜欢你了，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做客呀？你猜。你有什么企图？请你吃饭呗，我可以请你吃酱鸭、板鸭、烤鸭、棒面鸭、卤煮酱鸭、江米酱鸭子、青青八宝鸭、灰鸭鸭、灰鸭丝。
其实这些我都不会做，不过呢，我会给你做我最拿手的爱心炒鸡蛋。好，我一定去，不过你准备好电源就够了。All right。大爷大人，大爷大人，你是不是等不及看我了？嗨，你好，我叫刘宇光，宇宙的宇，光芒万丈的光，我是这个舞台最闪亮的一个。这么自信？那我考你个问题。说吧。为什么飞机飞得再高也不会撞到星星上？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因为星星比飞机高呗。错，那是因为星星会闪呢。连这个都不会，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别，算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了。因为呀，我有特点，我能扭，我是这个舞台最闪的。好吧，那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必须的。下站何人？我是郭凡。别看我外表这么时尚，我可是跳民族舞的呢。那你会二人转吗？挑战一下吧，二人转。忽悠我吗？开个玩笑了，因为我是学民族舞的。好吧，那今天晚上可要展示一下你的真功夫了。也是的，沈阳赛区无敌教学，耶！真有活力，漂亮！哎呦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哇，好劲爆，哇！Oh yeah, in the house. Oh yeah, wow, wow.今天都这么动感，咱们就主持也不要站着主持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跳着舞来访问。好，老师给个意愿，来访问，访问，访问。第一位哦，一个看见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做康健。哇，接下来这位美女叫做什么名字？美女的名字叫张金平。哦，下来这一位也是一个美女，哎，你的名字啊，不用告诉我啊，但是大家想知道，请跟大家一起说。我的名字就叫郭凡。哎，哇，
非常精彩，今天三位参赛者都表现很好。还有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做阿牛啊，阿牛啊，阿牛牛牛牛。我的名字不是牛，我的名字叫余光，刘余光。耶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他是一个。听名字很长吗？叫阿牛雨光啊，刘雨光，刘雨光，牛雨光啊，哦，刘雨光，我想到看到刘雨光这个装束，我突然想到鲁智深，有吗？哦，我觉得我们现场感觉像武林大会了。对，我觉得雨光老师这个面相特别的好，而且他用一个成语能够形容，形容手身如玉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身材非常好啊，前挺后撅啊。嗯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雨光老师他跳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是他永远是他的话表情都在惊吓状，感觉好像是饿了想吃东西一样，那种眼神哦。来，你稍微表用的表情，跳舞的时候的表情给我们看一下，跳舞的时候来教我们一下。说实在的哈，这表情哈一定要由内心。心而爆发出来。你如果听到比较柔的音乐，你就看到我的眼神很柔啊，很暧昧。如果是比较激情，恰恰恰你要很野。如果你要跳的斗牛舞，哇塞，可不得了了，男人来呀！我王安博的这个是个。接下来要很恐怖的事情呢、啊，因为他只要听到黑影就会开枪，就老师只要来什么音乐，音乐就会开枪。我跟你讲，老师什么乐他都会跳，老师随便再来个音乐，好来，他都可以的，随便来一个非常欧美式的那种音乐哦，注意啊，非常的现代化。哎呀，这个太现代化了，这个怎么来？哎呦，我会真的行哎、哇，你看他表情，对，哎呦，范，这么悲惨，你笑什么？咦，又来了，哇，又开始难不倒他，哇，再换，哇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只会跳男女舞蹈吗？你会两个男人一块跳舞吗？男的舞蹈会不会？会不会？我不会。我们这个北京舞王想向你挑战，北京舞王，北京舞王，北京舞王的金牌挂在这边呢。是北京舞王，北京舞王这么大的金牌吧？北京舞王，你要跟他挑战一下吗？我们王会250个舞，你不一定不会，轻易能打败他的。那你愿意跟他稍微来一起来跳个舞？你是想跳恰恰恰，还是想跳桑巴，还是想跳伦巴，还是想跳牛仔？其实我觉得先不学练，先学表情，表情就已经很厉害了。来，王博站一块儿，来，王博来学个表情啊！预备，起，激情的，激情，温柔的。温柔，哎呦，悲伤的，第一个温柔哎，悲伤，哎呦，中彩票了，哎呦，五百万，但是过期的，那我这顺便就演了吧这个，好了，来请他，请他，来，请。放醒时分了，王博的音乐太像了。其实一开始我们跟这个刘雨光老师，他是一个很活泼的老师，是在这个国标舞的这个领域来讲啊，我觉得他算是很专业的，很有资深的。我们只是跟他开个小玩笑，其实他的舞蹈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在话下，激情四射，尤其是他那个电动马达，可以稍微扭一下这个背，转个背，转个背，马达，电动马达，你是 money， 哇哇哇！我们的这个北京舞王，电动马达来，电动马达。这样看不出来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 ，Go， 有，不会输他哦，可以，好的，那我们先谢谢我们这个刘雨光老师，其他的我们参赛者不能冷落了，对，好。这位是我们的康健，是不是？康健，他的名字其实取的就出了一点问题。就是什么？康健，听说他取这个名字之后，本身倒霉的事情还蛮多的。因为健康，感觉这人很健康嘛。对，康健就感觉得病之后要出狱那种感觉。你这个取了康健之后，人生中遇到哪些挫折？我们来配合你的表情。开放这现在这个时间，让好好来细数。
错了，明白，来请说。这边反射。其实对，你是我小的时候对身体就不好啊。对，康健他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想加说他没有说出来，据说他参加的很多公司啊对都会倒闭啊，参加的舞团啊也会解散啊，比如说我上哪个饭店吃饭第二天他肯定就倒闭了。而且我跟你讲恐怖的什么什么事情最恐怖的什么事情，我跟你讲一下啊、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他上过的节目都会停啊。我肯定不是我带着倒霉的谢谢我们下一位美女，张金婷。张金婷，张金婷，豹纹啊。好，张金婷其实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，是是是，而且她，我觉得她有点明星脸。哦，张小姐，你觉得长得有没有觉得还像个艺人？哎，我有发现，我想觉得长得有点像许慧欣。许慧欣吗？对对对，像吗？对，耳环跟许慧欣一模一样。没有，侧脸的时候有点像，你看她侧的时候，头发像。我觉得像周海媚。侧有没有像？再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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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侧一点。哇，像，根本就许慧欣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不带这么欺负女孩的，哎，不要拿这么欺负女孩，这样就像许慧欣了吗？你也可以帮许慧欣来拉。对。不过真的很可爱，我们跟你开个小玩笑。本身皮肤很白，对，也很漂亮啊。本身对舞蹈也有所研究，对不对？蛮喜欢劲舞的。劲舞。所以他刚才的那个表现，我觉得真的很火辣哎。帮我们给他这个30秒跳一下劲舞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it's show time. 要劲哦。刘宇光又来了，哦，随时随地都会不小心就会出现的、哦、北京舞王不要激动不激动，北京舞王王文博带来的是蝴蝶舞哇表现得不错，对，刘宇光下次要出来的时候要跟我们打招呼啊。我跟你讲，刘宇光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制止不了他的，他只要听到音乐，对，只要音乐一下，对，我跟你讲没有塞音，他只要听到音乐一下，他就会冲到我们前面去跳舞。难道说什么音乐？恐怖！哇，又来了，谢北超哎，跳舞那也不行。一起来。真的，我在这里跟你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原本有一个中医师叫舒服啊，我们已经把他开除了，由你正式取代舒服来加入我们节目。欢迎刘宇光，他的效果我觉得也不错，舒服老师有飞镖哦，直奔脑门来。刘宇光老师，那希望你这个日后在我们节目能够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不要乱动了。哎呀，不要随便起音乐。对呀，这么美的美女在我们旁边，我们肯定要好好捧捧她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叫做名字叫做是来。我叫郭凡，郭凡，今年20岁。郭凡其实很漂亮，比我大一岁。哎，大你一岁，是吗？不要骗人好不好？没有，杨韵是20多46岁嘛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有男朋友吗？对，没有。太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每次没有男朋友，我们都放光了，我们都放光了。你觉得这个北京舞王是我金牌的怎么样？有金牌的怎么样？这也算一个降儿哦，非常贱的一个儿子哦。这长太帅了，我
你是阿炳的后代吗？这长得长得很帅啊，他长相其实还对啊，可以啊。不，我觉得他，我觉得你觉得我们刘宇光长相呢 ？OK， 哎，如果啊，这也是一个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俩了，对，必须得挑一个，必须得挑一个，你挑谁？刘宇光还是我们的这个王文博？是不是要 PK 一段舞才能知道？我，全世界只剩他们俩，只剩他们俩，你会选择谁？大王，你请赐我一死吧！宁愿一死也不要你们两位。哎呀，如果你要请他们，让他们死。我跟你讲，来吧，又来了，不能再这样让大王死了。好的，一开始我们节目这么热闹，我这个东北的热情我今天感受到了，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在我们节目上表现得非常好。是的，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玩的这个单元是我们一个新单元哦，是马上要进我们第一个环节，第一个单元就是人体乐队。人体乐队主持人和选手各派一人演唱，演唱者需要在全身安装不同的乐器，并按照歌词中提示的拟声词打击相应的乐器，正确率高者获胜，所获奖金为正确率的10000倍。欢迎回到我们的蒙牛随便谁敢来唱。是沈阳站的 K 歌达人前来挑战，哎，马上到了我们这个第一个环节，叫人体乐队。人体乐队，我们第一位的我们的艺人派出来的，我们的主持群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张伟。是的，在这里呢，对，我还要告诉大家呢，我们电视的观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。如果说你支持我们的主持人队，就记住了，一定要编辑881；支持我们的选手队呢，可以编辑882，发送到10666200089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品牌数码 DV 一部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简单啊，好不好？总共我们这个大张伟他身上有四个乐器，分别代表的是 D 一八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八，哎，这个是枪，这是中东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八，两下呢？八八，八八懂枪，你总共会有这四个乐器在他身上，我会出一首歌曲，歌曲里面的歌词中间会有出现这个乐器，没错。到他要唱这个歌，到那个乐器的时候，他就要正确的把这个乐器弹奏出来，是不是？要在节奏上面。对，这时候提醒所有的选手啊，必须要战胜我们主持人队，因为呢，如果战胜了我们主持人队的话呢，你们的准确率是多少，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公益金。比如说准确率达到40%，就可以获得4000元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队派出谁来参赛这个？好，就派出我们的刘宇光、哎、到掌声，不要再其他音乐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张伟抽到的歌曲是宁夏，所有人挥手。你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有些想象，冻冻了我的脸，冬季我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整冬把想念，直到我抹那一滴滴的冬。长长的夏天，天空中啪啪冬光啊，我夏天，天空中爸爸讲冬，心想想些思念，滴滴着你的冬冬冬，假装地想想，啪啪啪的想念，直到我懂你的长天，温暖的墙。火狐眼里啊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本栏目由蒙牛随便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。沈阳赛区的选手刘是谁呢？刘宇光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刘宇光。刘，好，谢谢我们快速我们这个选
选手呢算是我们最活泼的选手了。我们要先考他一下对这些乐器熟不熟。第一是哪一个？第一是哪个？八呢？咚锵锵，一锵八。哎，这个音乐怎么越来越来越来了？越来了！哎呦，哇，臭！对，哎呦，臭！铁臭，感觉他本身的手脚非常的灵活，非常的协调，感觉跳起舞跟迪巴似的。到底他会抽到什么样的歌曲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歌单。周华健的《花心》，请经典老师，老师请下音乐，走了。画个心，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用错过。你的心，悄悄细节，从不懂懂让人懂。漂亮，不行，为何不见我第一次？爸爸日夜唱东东。日夜有白昼，强强中强大，身上为何有几何？我要目前完成率百分百哦。春去春回吧，强强中强对吧？只要你懂想，只要你想想，我怕他就会心动。哎呀，好，再来，爸爸春回。花谢花会地，东东你愿意，东东你愿意，让梦画上你的想象。掌声鼓励。我们的这个大张伟唱完他的宁夏了，我们这个帅哥的花心也唱完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。大张伟得到分数是准确率是48%，而我们的选手刘宇光，嘿，他50%。哇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选手队目前获得了公益金5000元，掌声。哇，选手队这个拔得头筹啊，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好成绩下去。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百兽大作战。百兽大作战，三位主持人用相应头套的动物声音演唱，选手和主持人队抢答，答对多者获胜，每答对一首可获得公益金500元。蒙牛随便，谁敢来唱歌之百兽大作战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来这个猜的选手，他们派出的是我们的张君廷，张君廷，还有我们的康健。哎，康健好，那我们一样派出我们懂歌懂得最少的王爵，也算是让他们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来学一下这个老鼠叫，老鼠的叫，老鼠的叫是吧？是小鸟哎，你每次都小鸟。好，这老鼠太难了。我这是老鼠，老鼠。人家是老鼠，你不是啊？这是我这是老虎，老虎。而且我是，而且我是一只花纹。哦，夏威夷，我以为你要说你是一只母老虎。老虎怎么叫呢？老虎叫就特别有气势。好，森林之王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往那个大石头上一站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不错，这也是这个声音用在王爵他的女朋友见到他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对，猛虎出闸，碰见咱们杨俊老师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位大哥，哎，人家老鼠，对，老虎，老虎，你这什么动物啊？没看出来吗？没看出来啊。不到。哦。逼人，逼人，逼人，逼人。No no no， 逼人，逼人。那
么模仿今天是摩托车呀？是摩托车呀？摩托车，摩托车可以啊？啊，摩托车也算是一种动物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因为摩托车是一种动的物品嘛，会动的物品，对对，也叫动物了，所以说也讲得过去。但摩托车有很多种啊，摩托车有很多种，很多种声音，你会摩托车的声音吗？摩托车嘛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哎。是马哦，对，抬起来，抬起来之后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抬起来之后一开起来，每一种品牌有不同的声音哦。你会吗？我不相信你那么隐形的声音都会。随便你说一个，轰打，轰打，好厉害啊！那有啊，Toyota的隐形的声音，那我考你这个，不信你会。蒙牛随便谁敢来唱歌的声音。好，这个非常简单。不会。这个我会，这你会，这我会。你看是干啥？厉害，蒙牛随便谁敢来唱歌是吧？对，开始啊，开始。对，蒙牛随便。摩托车还有一种啊，哎，就是开得非常快的摩托车，哦，就是这样的，哎呦，这是F1的，哦，可以非常快，但是他再快也要回来哦，对，要回来，怎么回来？好了好了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大家表现得这么好的话，那就好好加油了。我们的王爵本身懂的歌不多了，好吧，尽量要加油了。好，我们先准备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屏幕上出的第一题的曲名是，请看。好，请我们的文博先。王哈哈，恭喜答对，答对，漂亮呀！老虎，对，究竟是狼是吧？老虎，打火，打火。听得出来，还有鬼呢。哎呀，姐妹啊，不是，哎，最后再次，喂，这个歌最后的最后啊，对，最重要的有一段是这样的，对 ，Bad Boy， 啊 ，Bad Boy， 哎，对 ，Bad Boy， 对对对，看一下屏幕。哎，这有点像，试试音。哎，小城故事。哎呀，选手先答对了。接下来我们到的老虎。王爵加油啊！好，看一下屏幕的题目。啊。天哪，好有压力。老虎唱劲歌。来，可爱一点。睫毛弯，睫毛弯。恭喜答对，王爵得到一分。那我们的摩托车请上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题目是，非常动感的一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要请咱们那个雨光老师啊。雨光来，雨光来，来来来。雨光跳啊！雨光终于出来了。五娘，五娘答对。哎，谁先？我好，王爵先恭喜，请看屏幕，很适合他刚刚发的音，对，很适合他来唱，而且跟他的形象也很相符，对啊。哎，小我是一只小小鸟，答对，啊，哦，这首比较难一点。我首先提醒你啊，唱这个歌的人会。对，我想演来。
哇哎，唱的已经很清楚了。好的，下一题，摩托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屏幕上，哦，这首是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曲，耳熟能详的歌曲。来，好，那就会用哈雷的声音吧。好，哈雷的。嗯。哈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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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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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哈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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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童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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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答对。好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，女主唱的。过，这歌我不会，这歌你会，那这歌老虎来唱，我会，我会，我会，老虎。迷人的精彩，迷人的精彩，答对。最后一题，我们现在看目前的比数是多少？让我看一下，到底几个人？5-5，5-5，所以说选手要加油哦。目前比数是5-5，谁答对这一题的话，就是可以得到这个单元的冠军了。你俩不要说话啊！这么重要的题目，好的，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屏幕。等我们唱完再开始讲，我们三个人每人唱一句，这首歌呢比较冷门一点，我只唱前四个字。好，老鼠，老鼠，来换我们的摩托车，摩托车不会，老鼠，老鼠，老鼠也不会，他说老鼠了，老虎，老鼠吃了，老虎卡着骨头了。答对了6题，可以获得3000元的公益金，加上之前的5000元公益金，目前已经累积成了8000元的公益金了。哇！耶！哇！恭喜我们选手在这个单元获胜了。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单元是我们的新单元哦，就是拒绝假唱。拒绝假唱，由演唱者共同演唱一首歌曲，其中一位只对口型不发声，选手需要仔细判断，从六人中找出假唱者，他的一次可获得1000元的公益金。也是我们的全新单元，全新的企划就是拒绝假唱，拒绝假唱，拒绝。好的，那要开始我们这单元之前呢，是要请各位先来见证一下奇迹哟。好，哇 ，Magic 钟先生，哇，各位，好，今天我要表演的魔术非常非常之神奇，绝对比刘谦在春晚上的魔术还要惊悚，还要恐怖。真的啊？好，来，请帮我拿一下麦克风。各位观众，请看一下，我这个牌，我这个台子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的，是空的，空的。请看一下，哇哦，这一块布是组团的，恐怖的时间到了，各位观众，哇，吓死我了！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，对，还是有点厉害了，靠近我的台子，好，来哟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相信小生一剑灵。哇，是猛牛水电龙卷。哇，神啊，厉害。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间了，你让嘉宾问一下，神不神？神不神？什么神？神，这是个神呐。请看一下，请看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奇迹的时候又到了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相信小生一剑灵。哇！没有，你放不下。天哪！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，又到了，这次能变出来？哇，要见证好多次、啊！你能够把蒙牛的老总变出来吗？这一段太酷了！给我们变头牛出来吧，小哥哥！好，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。哎，还什么也没有，哎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时候奇迹
也会失灵。等一下好，来再一次见证奇迹的时间到。估计这是一个大奇迹。音乐，恐怖一点的音乐，好，坑的就是你的音乐，来，恐怖的音乐。然后啊，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，到底小猪要变什么魔术？三、二、一，哇！是猪一，猪一是我的音乐，猪一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猪一是为什么会来呢？你刚不是按摩？我不是按脚呢吗？嗯，你会觉得你突然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你怎么会来呢？对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被我变过来了吗？啊，魔术是吗？对，是魔术。那只变了一个头身子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被吓得有点头晕了。对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哦，你最喜欢吃什么冰棒呢？蒙牛那个欧罗炫吧。哦，欧罗炫听说很有讲究哦，它分为几种呢？分为几种？它三种啊。哪三种？哪三种？欧还有。还有呢？是啊，啊，好冷啊！哇，哇，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刘一波，啊，刘一波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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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游戏啊！哇，老师要走了，老师走了，老师要走了，受不了！哎，老师，你快回来！哦耶！好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单元呢，其实就是很简单，我们会派出六位。我们四位这个主持群之外，是的，加我们两位赶唱天使的，哦，我们其中有一位，嗯，他不会真的唱歌，六个人会同时唱一首，哎，五个人会同时唱一首歌，我同时唱一首歌，有一个人会假装用对嘴的方式，对对对，那请我们的选手要猜出哪一位没有真的在唱歌，他只嘴巴在对嘴而已，假的，好的，那你们四位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作战计划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上我们两位赶唱天使，好的，待会请我们选手好好的来猜，到底是哪一位人在假唱。我会请你们看完之后选定一位，假设你觉得是我们的王文博他是假唱的话，没有，你就站到我这个位置，然后拿起你的水球往他的头上砸，啊，就表示是他的，不懂对不对？要不要我示范示给你看啊，知道吧？啊，是王文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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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设是这样，你觉得是王文博，你就决定啊！我觉得王文博有问题，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好惨烈！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首歌，他们要唱的歌曲就是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。老师，请下音乐。如果说你要离开我。请跟时间来告诉我，不要走走默默的走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什么年长地久，只是嘴边说说。你爱我那一夜，你也说不出口。你认识了帅哥，就把我丢一旁。天气热的夏天，心像寒冷冬天。就砸王文博了。想要来一包双手烟，是好是好。那天我未满十八岁，
给好的。爱的初体验已经唱完了，到底我们六位里面哪一位在假唱？我们问一下我们这个选手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哪一位只是在对嘴，完全没有发出声音？我们的康健，王文博，你觉得是王文博？为什么你觉得是王文博？一，唱的我没听到他的声音。第二点呢，因为他是个男生。还有第三点呢，我看他就不爽。所以是看他唱歌的样子不爽，对，想拿水冲的往他的脸上砸，是不是非常想要选派一位来砸？可以我来。如果我跟你讲重点哦，如果你砸的他不是假唱的，你要过继续里面被砸哦。我愿意负这个责任，而且是要被砸三球。万一他不是假唱的话，他可以砸你三球在你脸上哦。那我可以砸他三次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你砸一次，只有一次是吧？好的，你再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请起立抗辩。如果你这一球没有砸在他脸上的话，你也要继续被他砸一球哦。嗯，准备了，我说，三、二、一。谁敢来唱歌？本栏目由蒙牛随便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！没有砸中，来换位，来王文博请出来。谢谢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来来来。我们要先宣布这正确的答案了，好不好？正确答案是不是王文博呢？是，砸中位，砸中位，好了，来，王文博，报仇的机会到了，三、二、一，用力 ，OK， 恭喜在这一个单元，我们的主持群守住了，马上出下一题 ，Let's go，OK，、okay, 好的，我们上一轮。恭喜我们的艺人队能够获胜，守住了第一题。那接下来第二题，他们到底会派出谁来假唱呢？来看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的。好的，已经有一个结果了，希望这次一样能够骗过我们选手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歌曲是《我是女生》。请下音乐，有一位是假唱，五位是真唱。哇，好难哦！你不要学那么的你我，穿裤子的角色从哪里生活？你不要学奇怪的去给我。主持曲很厉害，都用假音来唱女生的声音哦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爱哭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奇怪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你不懂女生。好的，到底我们六位里面哪一位在假唱？你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，你个人觉得呢？我们的康健，要我选还选王文博，他们两个的梁子结大了。你认为呢？张金婷，我觉得像我这么男人的声音，我们的杨韵，我也觉得是杨韵，直觉。来一起说，来你们觉得谁？在假唱，一二三，杨月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刘宇光，麦克风拿好，
接下来请来挑你的桃子。心毛要湿了。三二一，请砸。刘宇芳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万一你答错的话，他待会就可以来打你了。我们请到我们的杨韵来说正确解答，到底你是不是假唱了正确答案？请跟大家宣布，我不是假唱，高兴。来，刘宇芳，我们还是要宣布答案。刘宇芳先进来，刘宇芳先来。我这个人我错。报仇三年不晚，从小我妈妈就会教我一句话，出来混迟早一天是要还的。三二来，请回去。杨月，恭喜。来，刘宇光，三二一，砸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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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颗，这颗比较好。用力，轻一点，用出你吃奶的力气。那到底我们的这个正确解答是谁呢？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大家最讨厌的博文来跟大家来宣布一下，到底谁真的假唱？王文博，假唱的就是。我身边这位葡萄，是我们的葡萄才是假唱的。所以哇，我发觉到我真的是老鼠屎，我每次演都被大家猜中了。你们演的真的非常棒，所以恭喜我们的主持群守住这个单元，这单元优胜。但是我们选手虽然这个失败，但他们一样得到8000元的公益金。OK， 好的，马上要进入我们最精彩的一个单元，就是空的就是你。成的就是你，四位选手接唱一首歌，这样打分，分数低的两位淘汰。剩下两人齐唱一首歌，先出现零分者淘汰，一下一位即为冠军，获得本场所有公益金。这个单元就是坑的就是你啊！哎，到底我们的选手里面谁能够脱颖而出，成为最终的冠军呢？是谁呢？问一下我们的刘宇光，你目前来讲表现是一路上感觉很平稳，但是都着重在舞蹈方面。对，歌喉我们当然觉得我们还不知道你到底唱的好还是坏。嗯，那你个人认为里面的选手谁会对你构成威胁？康健会对我构成威胁。康健，哎，张金廷。你觉得你最不看好谁？自己吗？好的，很没有自信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郭凡，凡，你最不看好谁？说出来。是刘宇光还是刘宇光？你选择还是王文博？是刘宇光。刘宇光，好，请四位选手站上我们的舞台，请上台。好，来，到底。哪一位哪两位选手在第一轮就会被淘汰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歌单出现的歌是什么歌。
今天的歌曲是羽泉的《彩虹》Rainbow。希望这首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。现在准备啦，请下音乐，羽泉的《彩虹》。爱你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，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如戏，无论青春浪漫，我的力气主角是你，我的世界从此跟节奏都不都不怎么样，都没有出了什么问题啊、哦。对，所以说今天 Sam 一定会伤很大的脑筋。分数我猜一定差的不多、嗯。那我们第一轮一样要淘汰两位选手了。哦，哦我看到结果以后、啊、简直令人发指啊！为什么？哎、果然跟我猜的很接近，相差不大、哦，分数都是差一两分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今天输的会很冤呐、啊，今天。对啊，哎呦，我们看一下。对自己很没自信的那位选手张欣婷的分数，来，现会给他几分呢？请给分。张欣婷的分数十分，二十，三十，四十了，有。最高分是51分，对对对，差二，差两分，二分数非常非常的高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康健的分数，几分？25、26、27、28，我30了。十，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康健，你想看哪一位选手的分数？你觉得他可能会低于你的？还剩下两个人让你选择，刘宇光。所以你就是没看好刘宇光了嘛？我们看一下，刘宇光会不会真的比康健还要低分？刘宇光几分？紧张，刘宇光很紧张，刘宇光很紧张，一直在打，刘宇光很紧张，29，而且危险，哎呀，努力一下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40没到，哎呦，还没到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吗？有四十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呦，四十八，恭喜
非常紧张啦，只剩下郭凡的分数没有看。如果郭凡的分数超过我们的刘宇光的话，宇光就要跟大家说再见，紧张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郭凡的分数能不能超越刘宇光，请再给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郭凡的分数能不能超越刘宇光，请再给分。二十，郭凡几分？还有吗？紧张，郭凡的表情非常凝重，非常紧张。四十一，四十二，四十三，还有吗？四十三分，郭凡，再见，掉下去了。是我们最终的 PK 赛，到底选择的歌曲是什么？让我们看一下题目。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哎呀，好听的歌。好的，请正下音乐。放到这里就是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一盏春天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。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我们的锦鲤已经坐响了，我们其中有一位选手唱到了零分，而且他们唱歌的时候感情很好。嗯，是真的感情还是在那边做作呢？因为他们其中就有一位可以得到最后的冠军。我们先问一下刘宇光，你对你自己刚才的表现怎么样？你觉得表现的怎么样？我给自己打80分，我觉得还算 OK 吧，我挺自然放松的，还行。你旁边那位张金婷掉下去的话，你会心疼吗？说实在的，我心会疼，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场我已经玩得非常好了，即便是没拿到奖金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，我展示出我自己了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好的，那到底张金婷会不会落败呢？我们在这里恭喜张金婷成为今天的落败者，请落下。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这个蒙牛随便，然后非常谢谢恭喜我们的刘宇光成为今天的冠军。好，恭喜。而且有个好消息啊，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公益金呢？可以夺得8000元的公益金，并参加6月19号的总决赛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，明天有特别大来宾哦。哦，是哦。特别大来宾是谁呢？是谁呢？我这已经对不起，我有大舌头，就是吴克群。吴克群的朋友明天要锁定我们的节目，在这里恭喜我们的刘宇光，谢谢我们所有沈阳的这个参赛者的朋友们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感伤天使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参赛者，谢谢谢谢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收看我们江苏卫视蒙牛随便给你们来唱歌。小姐刘宇光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